咁咧，而家個形勢咧，就真係咧，真係諗都諗唔到會去急轉直下，去到咁犀利。咁我都係前幾日都講咗韓國，原來韓國好鬼大喎，四個航空母艦戰隊向緊嗰邊走，向緊即係叫做東北啊，東北亞啊，東南亞位置啊，東北亞嗰個角落頭叫東北亞。四個美國航空母艦戰隊喎，一個戰隊成六七隻船啊嘛，向緊我，即係實質肯定就有大禍嘢。如果唔係咧，冇理由派咁多去。跟住潛艇，我哋以為一架，嗰個五六架潛艇，佢唔會話俾你聽幾多嘅，五六架圍住嗰度啊，全部都係，即係佢哋就保護日本，保護韓國。你话今时今日美国保护台积电啦，咁啊好紧要啦，台积电嗰个晶片。但日本同韩国嘅工业啊，仲加起上嚟仲重要过咗台积电好多，即系好多方面咧，美国系靠韩国同埋日本，即系零件方面讲唔清嘅，好多其他嘢嘅啊。三星啊，你冇睇住三星，三星做好多嘢嘅，虽然佢而家唔够台积电嚟啫。但唔等于美国嘅工业啊，唔靠佢。美国工业好多靠，连军工工业都好多靠日本。日本喺嗰个精密仪器嗰方面啊，差唔多仲超出咗德国。德国咧，大家都知道啦，精密仪器好叻嘅，但系佢电子唔得。所以咧，你要两个配合，精密嘅机械配合咗精密嘅电子，然后数码化。智慧有晶片，智慧造成而家最新式嘅所谓直情用人工智能，即系个所有设备啊都走向呢度啊，连嗰啲攞床啊呢啲咁嘅简单，我哋以前觉得嗰啲好简单嘅嘢，全部智能化，因为智能化好平啫嘛啊，所以咧变咗咧，成个工业譬如造船韩国老犀利啊，真系犀利。嗰啲低級嗰啲船喺大陸做曬，但係真係高級啲船全部喺韓國做。日本已經少啦，成本實在太貴。日本成長一半，咁但係咧呢兩個工業，你睇睇而家半導體工業啦，一半嘅設備同埋一半嘅原料係日本供應。咁你唔保護日本，你咪死。俾個台灣你都冇用，台灣都要台積電都要向日本買噶嘛，買設備、買原材料噶嘛。所以咧，而家美國就緊張，佢知道唔係淨係台灣問題，係成個區域啊。咁啊，韓國、日本、台灣係一個組合嚟嘅，所以差唔多啲軍隊去到盡，而且咧肯定係收到了咧，就中共會喐手。如果唔係，就冇咁大禍嘢嘅，唔需要咁樣派過去，因為佢派喺嗰個東北啊、東北亞呢個啲嗰啲軍力啊。哇！仲超出自己保護美國自己嘅軍人，佢真係唔俾你出去，唔俾你大陸使出去。咁唔係淨係嗰度，原來俄羅斯又派咗差唔多六七隻核潛艇，又係帶住嗰啲核彈頭嘅潛艇，又係喺東北嗰度。原來嗰度最緊張，而家最緊張唔係台海，亦唔係南海，係嗰度叫做點樣？即係叫做東北啊！叫做東北啊，用呢個字，呢個最緊張。咁大家都睇到咧，菲律賓都參加入去啊，菲律賓都參加。咁睇落咧，菲律賓俾美國用成12個基地，即係話咧，成個菲律賓咧變咗軍事化。原本菲律賓根本就雅雅烏嘅，根本咧從來唔講國防嘅，菲律賓人啊唱歌跳舞，好開心嘅人嚟嘅，真係嘅。嘅打仗根本咧冇问佢，但系今次就唔系，今次真系动真军。美国攞呢个12个基地全部武装起来，摆足军火喺嗰度，唔俾你喺南边，唔俾你喺南边南海嗰度出嚟嗰个第一岛链。呢、這个你又系嗰个封锁啊，直情可以咁讲，用封锁呢个字。非常之嚴重，咁就咁下邊澳洲又喺澳洲上個禮拜話咗啦，佢而家唔係淨係防守，佢要進攻，佢要俾國會通過，
俾佢權進攻，唔係淨係防守，即係有需要嗰陣時進攻。你如果肉親台灣咧，佢喺下邊南邊嗰度殺上嚟，咁好有可能咧，一有一手咧，中共運經過運去西邊啊，即係運落嚟東南亞，即係馬六甲又要封，印度洋又要封，再南啲啊，你船如果南啲，又走到去澳洲嘅北邊，又要封。即系大家而家咧，就谂住咧，中国即系谂住封台湾嗰啲海道啊，叫做航海线，咁咧就而家大帝其他国家咧谂住封中国嘅中国对外嘅航海线，大家根本喺度嗰个围棋啊，唔系喺度讲紧，系围紧啊，个围棋你围我围你，而家喺度。不断咁一重一重喺度包围，咁中国咧而家最近咧就同俄罗斯话咧，想急于打开嗰个北极嗰条航线。北极嗰条航线咧，一般嚟讲咧，如果去欧洲咧，就廿零日就悭翻咗10日到，悭翻咗15日到啦。去运货，譬如由上海出发，经过北极去嗰边。咁开呢条航线咧，佢要好多破冰船咧，同你破晒啲冰啊！咁然后咧，就嗰条破咗冰嗰条航道咧，就开通，等你不断咁有船过去，要不断咁破冰。咁当然啦，就个天气如果冻嗰阵时多啲啦，暖嗰阵时就唔使啦，嗰度就，但系都要保持个航道里边冇啲咁嘅冰块啊，撞到你啲船啊，好危险噶嘛！咁但系呢条路咧就系、是、好 大件事嘅呢、这个，因为你悭咗10日啊，10零日啊，个航班翻咗10日，你悭翻好多钱嘅。咁咧佢哋谂住咧，俄罗斯同埋中国谂住用差唔多用750亿美金，780亿美金算啦，差唔多700几亿美金嚟。保護呢條航線，即係話咧，唔俾啲冰塊咁入嚟，唔俾佢結冰。第一，唔俾佢結冰；第二，唔俾啲冰塊衝入嚟。佢有辦法嘅，點樣攔住佢啊？咁呢個咧，如果行得通嘅話咧，係好大件事嘅，因為唔係淨係我哋亞洲去歐洲就行近咗，而且我哋亞洲咧就去到可以去到大西洋啊，唔使經過巴拿馬。就可以喺上边就直落就系大西洋咯，咁我哋可以运去美国东岸，运去欧洲系嘛，运去欧洲，咁嗰个马六甲同埋巴拿马运河基本上就可以讲 可有可无，咁呢个运输上咧就减轻咗好多，咁你唔使经过巴拿马运河，唔使经过苏伊士运河。又唔使经过马六甲，咁你个成本就低好多噶啦。但系呢个唔止系咁简单，而家咧俄罗斯啊，远东根本就未开发嘅嗰阵时你知道啦，买咗我哋嗰个远东啊，即系俄罗斯远东手度成大块大家知道啦，系嘛？江泽民就攞佢送咗货，用上海合作嗰度送咗货。咁你见到阿程翔话个包出嚟咧，咪拉咗程翔坐监，送咗咁大块地俾人咧，都可以保密咁咯。即系咁，变咗阿程翔攞讲出嚟，变咗系泄露国家机密，根本有乜嘢咁鬼冇冇？嗰块地等于几十个台湾，可以送咗俾人，可以当系保密啊！真系好嘢，讲真啦，即系佢呃得人民多啊，佢连咁都呃咁就好彩阿程翔包出嚟啦。